你看哈、啊。以前做节目都是男孩送女孩玫瑰花，今天你看看，花仙子上来了一人一朵玫瑰花，这是代表祝福的是吗？是的，啊，祝在场的所有的男孩都像鲜花一样朝气蓬勃、美丽帅气啊！每人一朵花我都看见了。但为啥有的男孩给的就是草呢？啊，不是有的，就一个，就一个，总共送了三针，还有一针是枯萎的。啊，为啥给他送草呢？原因是什么？跟他说。原因是我给他灭灯了，对你没有好感和希望，所以给你灭灯的同时呢，我不好意思不送你东西，所以送点草吧。啊，一点小东西。就没爱的孩子像根草啊。哦。但你和我合不来，但我懂化学。氢氦锂铍硼氧钙钡镁硒二三铁二四硫二四六硫都齐全，铜汞二价最常见，对吧，老师？哦，化学懂，但是我就是不想懂你了。好吧，那有没有缘分啊？那来看一下十六个小伙子对谁感觉最好。站好了，好，来看一下花仙子第一个等，先了解一下。花是天底下最美好的事物。